主针设计师以发散式手法传达居者品味与个性，透过材质变化与动线安排的掌握，实现屋主专属的美式退休宅。客厅选用白色基调，溢出美式纯净氛围。电视墙以石材装点，衬托优雅居家气息。沙发背墙既有美式线条，丰富视觉层次，并规划对称壁灯，提升奢华质感。餐厅墙面以大理石装点，形塑视觉焦点。厨房贴心增设中岛，满足轻食料理需求，并精选白色厨具，诠释屋主淡雅品味。主卧规划旋转电视墙，提供多角度观看可能，并巧妙结合柜体及书桌机能，完善发挥空间品效。窗面采用 U 型设计，打造静谧休憩角落。以人为空间叙事的方淑珍设计师，透过居者的生活态度及情感流露，形塑屋主专属的美式退休宅。